原来是机关工房，怪不得要藏得如此隐秘。机关工房？就是制作机关的地方，这儿或许会有完好的零件。太好了，这还能用。我们走吧，去放出那位前辈。嗯，无论过往的恩怨如何，但是红儿，我信你。我也相信红姐姐。天下 K。好美，这就是天书世界吗？天书世界能够映照一个人的内心，内心良善的人看到的是明媚风光、花团锦簇，内心丑恶的人则会看到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。真的吗？我看到桃花片片，这是阳春时节啊。假的。逗你们玩呢。总算来了。大王恕罪，我费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一位墨者了。真慢，长得本大王又长了好几根白胡子。好了，闲话少说，快让那个墨家小辈放我出来。是，大王稍等。这个送你，就当作迟来的生辰贺礼吧。啊，谢谢红儿，我很喜欢这个礼物。好。大王，不出来吗？干嘛？我不是在这儿了吗？傻愣在那儿干嘛？本大王名唤吉鹏，好好记住了。小鬼，小丫头，你便是那墨家小辈吧？机关术学得不错，就是动作慢了点。往后，本大王再好好指点指点你。老前辈说的话，你可要认真听进去啊！好，日后还请大王多多指点晚辈了。你真是大王，竟是如此漂亮的鹦鹉！废话，我吉鹏大王不是鹦鹉，难道是人啊？吉鹏大王该不会是太过淘气，被主人关起来了吧？胡说！我是奉大小姐之命驻守此地。驻守？那你为何会困在机关里？一困就是十几年。大小姐用心良苦，小鬼你们猜不透的。这样说话实在挺累。小丫头，你的手给本大王站一会儿。我已依约放出大王，就请大王指导修复躯体的方式了。修复人体的方式繁复，但其实与炼化妖魔相差无几。先按本大王的指示炼化一头妖魔试试看吧。这炼化妖魔素材的挑选可是很重要的，
会决定产出的结果。等等，听本大王指示再下手。凡是越稀有的妖魔，炼化时所需要的素材就更要谨慎，把握个八成，修复人体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就把这素材加下去。真的可以，天书可真是几乎无所不能了。本大王说话从不夸大，能做到的事就是能做到。太好了，香儿，马上为你修复身躯。没问题的。嗯，香囊先系上去，这样可以静心辟邪，消灾解厄，百毒不侵。动手吧。成功了吗？啊，这气息不对劲，是黑火，黑火妖魔，快转移，快出天书。殿下，香儿，香，我闻不到呢。没事，不要紧的，阿兄再想想办法啊。没事，不要紧，没关系，别担心，你只会说这些敷衍我。阿兄，我也是。阿兄，你又不是我亲阿兄。你，反正我什么忙也帮不上，还只会拖累你，何必一口一个的阿兄，干脆不要管我好了。红姐姐也会帮忙的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好吗？你说十拿九稳，为什么就失败了？身躯半点不存。本大王才想问你呢，为何小丫头的躯体里会有黑火的气息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黑火，黑火。莫不是那时香儿被黑雾大妖所伤留下的气息？幸亏本大王发现得早，否则遭殃的不止小丫头的身体，天书世界的邪律也会大受影响。你倒是怪起我来了。这是自然，炼化时掺入黑火根本就是疯了，全天下能够驾驭黑火的也只有我们大小姐了。那眼下
该如何修复夏尔的身躯？烧的半点不存了，如何修复？你说了要助香儿修复身躯，这是我们的交易。没有东西可以交易了，只好取消交易。妥，既然交易取消了，那我就把你关回去吧。慢着，还有一个法子。说，要想从无到有炼化出人类身躯，只能利用黑火。刚刚就那么一丝黑火气息便失控至此。我说了，全天下能够驾驭黑火的只有我们大小姐。本大王正要去找她，就好心烧你们一程吧。走了走了，去找大小姐。有法子了，不过就是麻烦了点。大王的尊长金善炼化之道，可以驾驭黑火，炼出人类躯体。当真？本大王说的自然不假。香儿，我们走。嗯，走吧走吧，出去说。我回到巴蜀，那儿景色依旧。到了无名丘，便想起过去的事。故人不在，留我一人独自面对。黑火妖魔必须消灭，我便全力反击。轩辕剑不该落入他人手中，我便封印了他。只是夫君，我真的累了。据大王所言，目前几个可能的地点：巴蜀、无名丘、鬼谷雪地。而且这位大小姐很有可能就是传闻中的那位御医女子。没礼貌，大小姐岂是你们这群小辈叫的，要叫夫人。是。以御医女子的传闻推断，目前最有可能的方位是北边鬼谷雪地。北边要开始打仗了，怕是交通不易。途经御水的时候，先去和文叔打个招呼。
是谁？鬼鬼祟祟在这做什么？听你的。香儿，刚刚，嗯，反应很快，不错。嗯。哎，有张新的。年约二十，喜着绿衣。大王，你瞧瞧，这人像不像夫人？哎，此人画工不行。没有画出我家大小姐风姿绰约的神韵。吉鹏大王就别生气了，李君的画工一向把人画丑。你看画着阿兄的这张，我看了也觉得不对劲。小鬼本来就长得不行啊。是吗？我倒觉得不错。不晓得圣宫将军有没有好好对待守屏的人们，就怕将军认为老弱妇孺无意行军。待会儿便知了。什么情况？快去瞧瞧。大人，该走了。还有一些财物辎重没收好。大人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好吧，让那些贱民在前面帮我们挡着，在他们死光之前，走，兵发御水。是。如何？混蛋！啊！快杀进去救人呐！阿兄，这些妖魔是不是？或许是吧。啊？是什么？我们从复魂牢旁引走的妖魔。当初若再坚持一遍，
让刘圣公带村人们到御水去，或许不至于如此。我们该劝的也都劝了，而他也早已带兵走了，谁料得到会有妖魔袭村呢？说的是。马，你们说的是那个面貌阴沉的小胖子吗？大王见过。他刚刚还在的，他还说了，让那群贱民在前面挡着，他们好逃跑。此人着实无耻。仅此一份，数量稀少，绝无仅有的秘制神药。这效果真如你说的那么神奇？这是当然，才得这一颗，别处是找不到任何相似之药了。这样吧，我实在是有急事，必须赶回家。若你买下，我算你1000。抱歉，你找其他人吧。你错过如此神药，可是个巨大的损失啊！仅此一份，数量稀少，绝无仅有的秘制神药。圣公将军是在守平阴允过的，此时却说要暂缓出兵，秀该如何向弟兄们交代？将军有令，大典未成，兵马不发。如今我等向中原进发，莽贼近在咫尺。将军临阵却步，又如何能使军民臣服？偏将军，属下也莫可奈何。您请回吧。罢了，多说无益。让你们见笑了，文殊一心为民，何须担心他人笑话？子胥教训的事，受教了。不敢不敢。文殊是否听过绿衣女子的传闻？略有耳闻。我们正在追查她的下落，不日便要北上。不知北边的战况如何，是否会影响通行？若是如此，诸位不妨与我军同行。我军正往昆阳进发，如无意外，先锋应已抵达向河关。确实，若能与你同行，要过关口也较为容易。有子胥相助，
我军必能势如破竹。道士博生如今驻守蔡阳，得通知他来御水一趟，向圣公将军道贺。若诸位得空，希望能帮我传个信。不是大事，没问题的。说起博生，蔡阳眼下应是安定许多。除了妖魔恼人之外，不过这倒是其次。此话怎说？日前接获一些线报，只说兄长有意颠覆圣公将军，自立为王。但他肯定不是会有此念头的人。文书这么说，是觉得有人有意放出这番谣言了。嗯，正是。只是这事情也不好大张旗鼓的调查。嗯，或许我们可以稍加探听。有劳了。那么向何官再见。一言为定。还是禀告将军好。绿林军毕竟是各方豪强组成，各有各的野心。若只是流言，倒还好处理。就怕是林剑剑。嗯，这事情可得好好提醒博生。慢着，谁啊？这可不能瞎晃的。太师子胥，受文殊将军所托，有要事通报。博生将军不在。是御水那位，一人杀光妖魔的英雄啊。哦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失礼了。前日蔡阳附近出现贼寇，将军正外出巡查，应当在南方的树林附近。明白，多谢兄弟。对了，听文殊将军转述，蔡阳这儿似乎有些谣言。你们晓得什么状况吗？估计是圣公将军登基一事吧。他自个儿称帝，又不见赏赐，弟兄们多少不服。是啊，大家还是更喜欢博生将军。就是博生将军自己，好似没什么打算。这些话听说也传到了圣公将军那儿。以他的个性，肯定听得刺耳吧。哎，都到这关头了，就怕是莽贼的计谋，打定主意要煽动咱们。谣言感觉比想象中的还危险。这次召绿林军回到御水，该不会也是计谋？
以此为由探听各方意向。这一招心思很深呢，那可得提醒博生将军。他没问题的。阿兄，嗯，守屏的那些妖魔
为什么文书将军不帮忙赶走呢？这个嘛，香儿，记得以前和你说过的相濡以沫的故事吗？记得，两条鱼儿被困在干涸的池里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相濡以沫。如果文书将军帮忙了，就像是那两条鱼儿解决了当下的危难。可真正的问题所在，其实是池水。因为池水干涸，才使得鱼儿必须如此艰难地活着。相濡以沫的精神固然动人，但若不从根本解决，就是坐以待毙。世道也是如此，不能只是为了眼前的困难疲于奔命，而要看得更远。我还以为这个故事讲的是要顺应本性而生。一个故事本就可以有数种解释啊。抱歉，来得迟了。不会，时候正好。关口已破，咱们进去吧。机关畜生，天下地雷，
机关兽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他比我印象中还来得厉害，想看看李军是怎么改造的。我稍微有些好奇。控制的书还是一样的结构，所以，哎，夏丹，是他。夏老正不像是李军一伙的呀，上次还拆了他们的复魂牢。这其中恐怕另有隐情，有机会回御史去再问问他。多谢子胥，祝我军顺利攻下关卡。文叔多礼了，只是举手之劳。既然过了关口，我们会继续往昆阳去探查绿衣女子的消息。届时战争若起，可得请诸位多加注意。明白，文叔征战沙场也务必要谨慎行事，毕竟胸怀天下之人可不能在此就败下阵来。那是当然。按红儿的说法，这枚书是旧时的形制，加上夏老丈对领军的态度。阿兄，莫非夏老丈其实是被李军赶出来的？问了便知。这么说来，大王应当也见过墨子祖师了。哪忘得了他呀？说到底，也就是个会机关术的糟老头而已，说个话都结巴。这评价听来可真是不好。当年他和国君谈判时，还得带上本大王。要不是仰赖本大王的口才，世上不知得添上多少战火。不过他也确实有值得称赞之处，现在想想，当时应该再多和他比试比试，他的机关肯定能和本大王战上百回吧。猎物上门了，捉住那家伙，赶紧揪住他。
阿兄，你瞧这裂痕。这痕迹和乙地山上的好生相似。不过，商山的裂痕比这小了许多。乙地山、商山、高阳遗迹，一路到这儿，裂痕是越来越深了。只有轩辕剑气能造成这种裂痕，果真是大小姐来此降妖了。往前看看吧。哎，你们在我田里干什么呢？倒也不像来偷菜啊。啊，老张，失礼了，没采着你的作物吧？我们只是路过，看见这裂痕，觉得好奇才走来。啊，那个呀，那是天雷劈的。天雷？啊，这大概半个月前呢，夜里突然刮风下雨，一道闪电打下，震得我从床上滚下来。我担心田里出事儿，赶紧从家里跑出来。结果，哎呦，田中有位仙子拿着发光的大剑，正追着一头妖魔打呢。我呀，才想看得清楚点呢。你猜怎么着？又一道闪电亮瞎我这狗眼呢。再回事儿，两个都不见了。人怎么会突然消失？老张，你真没看见他往哪儿去？没有，什么也没看见。我说呀，这肯定是仙女下凡来捉妖吧。啊，你挺识相的，我家大小姐确实是天上仙。哎，不晓得去哪儿了吗？阿兄，我们不妨跟着裂痕走吧。啊，那个方向是夜翼。要是小哥真的找到仙女，看他能不能把这裂痕补起来，行不？好啊，我尽力。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小兄弟，可以拜托你帮个忙吗？嗯？前几天我家小犬走丢了，好几日了还没找着。最近森林里出现了披狼，我担心会出事啊。抱歉，我们尚有要事在身。哎，裂痕竟一路从昆阳绵延至此，这些都是轩辕剑造成。怎么了？那还用说？爸，大小姐要用起轩辕剑，
天底下就无妖魔能敌了。上古神器竟有如此威力，对你这种普通小鬼来说，确实只是比普通的剑强些而已，不是人人都能发挥它全部的威力。但既然有轩辕剑在手，夫人又怎会无法杀死妖魔呢？你哪只眼睛看到大小姐杀不死妖魔啦？肯定是妖魔太多，大小姐要多花点时间一一追杀。小姐肯定是往这方向来了，瞧，这地上又多一道轩辕剑痕呢。在下叶一载，叶正。初次见面，不知三位来此所谓何事？我们正在找人，多有冒昧，还请见谅。不打紧，只是许久未有外人来访，姑且一问。不过。诸位说是在找人？是，我们在找一位穿着绿衣、身背大剑的女子。找她做什么？有何不妥吗？啊，就在此地约莫一旬之前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半夜，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，有人大着胆子隔着门板偷看了一眼，只见一名绿衣女子手持大剑匆匆离去。隔天早上一看，杜先生的船坞竟被毁了，人也不见踪影。平时杜先生在这船坞中为大家修理船只器具，如今人却不见了，唉，着实令人担心呢。那女子往哪个方向离去了？她往寒清湖的方向逃去，就在东边不远处，深入密林即可看见了。多谢。我早就怀疑了，一定是有人假冒大小姐。这冒充大小姐的家伙可真容易惹事，抓到他后可得好好教训教训。大王，说不准冒牌货还有很多个。那就一个一个全抓出来。这得花多少时间？大王别说笑了。这是黑火的痕迹。声音有状况。
有声音。这痕迹一路向北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有双跑。姐姐，西域究竟是怎样的地方？西域漫天沙海，一望无际，让人觉得自身渺小。人们在寥寥无几的绿洲旁建起城市，沙漠能够栽植极为美味的瓜果，有壮丽的美景，却也时时刻刻潜藏危机，夺人性命。那西域和商山哪里比较美丽呢？是没办法比较的，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各有美丽之处。我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乙地山，要是哪天能到西域去该有多好。仙儿要想周游列国的话，只要等到恢复了，自然没有问题。好呀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是李军，待会儿都放轻脚步，我们绕过去。琉璃造的元灵武器可真不错呀，今次一定要用这玩意儿立个大功劳。小师妹，别来无恙。师妹不但与通缉要犯厮混，还在向河关坏了我李军好事，这是铁了心要与我们作对了呀。叛徒，闭嘴。绝不会让你干扰师兄大业，隐世必获不过懦夫，为天下谋统报仇，什么魔头造天下大乱，擅闯军府，还是入了乱党。这群庸才的，小
有这招？哎，两个小鬼没事吧？虎儿，你受伤了，还好吗？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我真的没事，小意思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有意思。如何？复魂牢吸引妖魔，捕妖家捉住他们，接着用这机关取出元灵，最后借妖魔的元灵强化武器。走了，小鬼们，别在这儿磨蹭了。迟了一步，小鬼们不是又要怪罪到阿小姐身上了吗？大嫂，他这时候引来妖魔屠村的恶人啊，他总是温柔待人，总是行侠仗义。太子不道啊，我晓得你现在心里着急，但这也是你下面一名党的护人的线索。我以前啊，有个人带我去，我刚是不懂。大王别紧张，走吧，还得先除掉那群妖魔才行。我在西域望见过中原、长安、商山，都见过好几次。在地平线的一端，隐隐约约闪动着，忽远忽近。啊，从西域怎么望得见呢？所以那并不是真的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是沙漠里有着会迷惑人心的妖魔，名为慎。他潜藏在黄沙中，有时躲在绿洲的暗处。西域人说他是蛟龙一类，能够操纵云气，入水则会幻化为蚌壳潜于湖底，但从没有人见过蜃的真身。蜃吐出的气会形成连绵的楼台城阙，让来往行人想起美好的回忆。没办法从幻觉里逃出的人，便会从此在沙漠里失去踪影。我也曾经为了一探虚实，朝着楼台的方向前进。啊，那结果呢？红姐姐见到什么了？什么也没有啊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伤痕累累，被送到附近的绿洲了。
我是因此决定回来中原的。看着村子被破坏的程度，怕是连蛛丝马迹都找不着了。夫人来了这里，随后就有妖魔。这事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了，而且周遭留下的痕迹总都有几分相似。吉鹏大王，夫人真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吗？小鬼，这问题佐证你完全没在听本大王说话。小姐的人格是不容置疑的。是是是，你说了算。继续向北的话，就如大王先前所说，是嵩山吧。吉鹏大王，大王被关进机关屋这么多年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本大王也不晓得，但大小姐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。依我看，肯定是因为太聒噪，夫人嫌烦了。大小姐从未嫌我吵，就只有你们总是根本